陳偉業議員，主席，即係而家現時有兩個基本問題，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好多細嘅公司咧，特別啲運輸嘅公司都好多係申請唔到同埋買唔到，即係勞保個價錢咧係升三倍四倍嘅，有啲係升即係個倍數咧，係令到啲公司係承擔唔到嗰個嘅即係財政嘅壓力。另一個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即係嗰個自雇嗰個問題咧，係構成唔少嘅員工個誤會之下咧，係冇受勞工嗰個嘅保障嘅。咁變咗好多時係出意外之後要去拗嘅時候呢，原來至法國僱主，因為佢話呢個勞工係自雇呢，係冇受個勞保嗰個嘅保障，同埋嗰個嘅所謂自雇嘅員工呢，自己亦都冇買到任何勞工保障，因為佢以為自己係個僱員。請你提出你嘅問題。咁所以即係整個個勞保方面對員工嗰個保障呢係不足嘅，局長點樣去即係協助啊？唔好淨係得個人肉錄音機咁樣重複又重複，講完等於冇講，成日話好關注，但係最後啲員工係冇保障。局長點樣確保啲員工唔會話因為政府嘅失職，政府得個噏字冇做嘢，而令到你員工係缺乏勞工嘅保障呢？局長，亦多謝陳議員，政府係絕對係我哋係好認真履行我哋嘅責任，確保員工嘅權益唔受損。我哋嘅勞工督察係每年有好多即係不定嘅定期嘅巡查不同嘅企業，確保佢買保險，亦都睇到我主體答案咧，過去兩年有成1800多宗係成功嘅檢控，係全票嚟嘅，係定罪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我哋亦都我剛才講啦，我哋同呢個保險業界有緊密嘅聯繫，亦都保監亦都有一齊嘅參與咧，係確保呢個聯保嘅機制咧可以暢順運作。我哋亦都咧係提點個保險業界咧，一定係要不斷優化、與時俱進，同埋要係一定要知道嗰個問題喺邊度咧，隨時係要將個嗰個計劃咧係將佢改善咁。所以實際業界同政府係有個緊密嘅聯繫。多謝主席。即局長係痴人說夢，我問佢政府點樣確保啊？佢頭先講完成扎嘢咧，係重複翻過去所講嘅嘢。嗰、那個問題係仍然存在，有唔少嘅員工係不受保障。陳議員。是你問政府呢有什麼措施去確保員工受保障，局長剛才已經答了你政府的措施了。如果你認為這些措施是不足或者無效的話，請你在其他的途徑去跟進。